超级粉丝打卡。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这种局就很有挑战性，我说句实话，这是我有史以来最难打的局。大乱斗加挂机，在我内心谁也不怂。You have been slain. 愤怒带来冲动。恭喜老猴六六六！刚才还有谁送飞机了？谢谢饺子和老猴。捍卫你自己。我兵线有点亏呀。不过没关系，他也就只能出一个小布甲了。剑刃肉身，这都砍不出来吗？我操！我380，他340，我砍不到他。形势先于蛮力。哎，我是真是服。他0.84，我0.84，他0.8，凭啥他刀出的比我快呀？下 Q 不行吗？时间不等人呢，等下 Q 那还能杀了吗？能不能来赶他一波？打野是个啥呀？一斩千机。这波运气好，捍卫你自己。咋了？这兵线又不是很好啊，看能不能吃个炮车经验吧。在这等一会儿，炮车快死。好，炮车经验吃到了，一个攻速还两把长剑。艾克打了6分钟的野3级。哎，哥哥呀，
谁来帮忙赶快赶快呀？我们开始吧。Killing spree。坑破海骨没破到，那鱼升到六，我们应该是永远也杀不了了。这波他有半管怒，看那二段翼用不用吧。好，直接抠上来，不要阻止胜利的到来。这不能打了，鳄鱼六了，真的是鳄鱼六了，我们永远也杀不了了。你别来啊，这波你千万别来，他六了，前面你五级他来，他五级你来行，他六了你千万别来，你千万别来啊，你千万别来，我求你了，你千万别来，你来了阿来就全死。这波先等一下，你千万别来。愤怒带来冲动。错过了吗？炮车，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现在我们要想杀他，必须得有孤立无援，没有孤立无援。是杀不了这玩意儿，一套能秒我，但我们一套秒不了他。好，他把钩放了，可以上。好了，挺好。这将会是一个惨痛的教训。Shut dow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可以越打他。真的大师永远不败的。吃一层塔皮。不行，吃不到。我必须得吃一个塔皮，好，无敌，来一波厕所回城。是最强大的敌人。形势先于蛮力。穿顽石，哎，我们丢这个兵，这样这个兵就能补着了。剑刃与肉身，可以丢一个小兵。
先打他一手骸骨。抠上来，好，这鳄鱼也出巨石短臂啊。很难杀了，这鳄鱼不好杀了。无极之道。念个咒。快跑！鳄鱼太吓人了，赶紧撩。他可能要闪现晕我，他闪我们就闪。这个闪现为什么感觉距离不够也能晕到啊？哎，这个距离感觉是晕不着的呀。这有这么长的距离，我跟他有这么长的距离。W 加距离了，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我就猜到了你反应不过来，我能反应过来，但我觉得他晕不着我。这是在干什么？鳄鱼等级起来了，我们本身就是很难打，没办法。可以不跟他对线了，去杀他们家队友的。先来一个德克萨斯木印。这波杀戮给他了，我们去下路杀他队友，拿点人头。真正的大师，血毒的灯。这什么意思？高原血统。闪现唰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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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不要，一个上塔换个下塔呗，没关系。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这都好杀，再把这团战随便搞一搞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惩戒。没有石头人儿，错过了吗？高原血统，好好看，好好学，操了，你是真能跑，
这将会是一个惨痛的教训。不过他交闪现了，我们也不亏呀，没关系，这都是小问题。系统，哎呦，我有星木，我有木印。不是这刷不着吗？这刷一刀也行啊！我靠！哎呀，我刷一刀接个 Q 就死了，那都贴身上了，都刷不着。我就没想 W， 我因为我 A 他一刀，我们直接就。直接就把他砍死了。小龙，对面两条龙了。塞拉斯打人还能再刮一点吗？哎呦，给刮死了！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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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快快！这三条龙啊！还好啊，异线嘞，喜欢异。哎，这莫干辣这么点血，在这里烧些什么东西？我不敢进，谁敢进？进去一下。这谁敢进呢？操！原始人，拆中。挡一下啊！他俩指定要挡。等个大招，高原血统，我听说你挺能跑是吧？我绕一圈，先给我拆个中塔，然后撤，我打了。哎呀，也是无敌了，一下也不暴击，我感觉那包女应该要来打蓝，我们可以去蓝 buff 看一眼，
这等一会儿啊，我就先不回家了，我在这等一会儿，看看有没有人来。高原血统，没死，没回家出装备。哎呀，差一点点。我能不能直接无尽？直接无尽配个暴击斗篷，够不够六十？这么尴尬吗？是最强大的敌人，真是尴尬。五十五，团本来就应该团。真正的大师，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。他有钉吗？他有钉。有钉不怕，我们在这儿等着，他可能要过来，在这儿等着。孟甘拉可能要过来查眼。这咋那么能跑呢？就二十秒有到，还有钉，好，马上六秒有大招。卢仙什么意思？卢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卢仙可以扛住我三刀？凭什么？凭我没暴击吗？凭什么卢仙能扛住我三刀？现在除了真眼能有人扛住我三刀？我的个天！鳄鱼挂机了，鳄鱼挂机了。无极之道，在我内心里。我要再找一波的卢仙，居然能扛得住我三刀。可以击穿顽石。包女儿也可以，这回就暴击了。先回家，来一把无尽。这回应该没有人能扛得住我三刀。双眼，除非我们一刀也不暴击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这将会是一个惨痛的教训。来，他们要打大龙。包底有钉啊，注意点，谁死了先扫一下，来直接高原血统。
想大我，那能大到吗？还来一刀，八爪 Q， 闪现，闪个屁呀、啊！